实名杀手新奥迪 A4 门派奥迪武器出身名门超长轴距对手宝马新三系。真的没想到在国内一直以官车身份出现的奥迪居然只落到了第十名的位置。不过奥迪旗下产品还是深得用户们的喜爱，2009年第一款上市的新车 A4L 天生就拥有了一眼目光的一切元素，出身名门，市场定位意义重大，大师设计演绎出的华丽外观，领跑中型车级别的超长轴距等等。在这个中型车一股脑走向运动时尚路线的今天，奥迪 A4L 首先没有盲目的跟风，奥迪很清楚地先弥补了上一代奥迪 A4 为人诟病的空间问题，同时在操控性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一如奥迪一贯的品牌向，各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均衡满足。商业改变世界，第一财经日报。双龙汽车云峰专营店是双龙汽车指定 4S 经销商，七座豪华商务车陆地火热销售中，礼品折扣亲情放送，欢迎广大客户到店赏车购车。地址：广陵四路805号，24小时销售热线02151027003。与你分享的快乐生活，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Super 昊锐，一享人生大有可为。斯柯达上海地区经销商联系电话如下。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环节。电视机前的您呢，只需要把您认为是正确的答案编号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到13663399999，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奖品了。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上涨是在哪一天，是 A 10月11号还是 B 11月10号。我们将会从回答正确的短信号码当抽出一名幸运观众，选中者将会有机会随同天下汽车栏目组一同参与第七届广州车展的现场报道。请记住我们的平台号码是13166339999，欢迎您的参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天下汽车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好的建议，都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进行互动。您还可以登录到第一财经官方网站电视直播间，收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明晚欢迎继续关注天下汽车。